老师谢谢你，我研究哲学，我非常喜欢您的刚才的整个的表述，尤其是到最后的那个结论，生命自体还有那个垂直线。我想请教在座的每一个人，包含我在内，我如何发现它，我如何把它展现出来，我如何看到它，我如何一步一步的把它弄出来。如果我能够这样子找到我自己的，我可不可以训练我的儿子让他这样子出来，然后用这种方式到自式的教育体系，尤其是现在的艺术学校，让每一个孩子这样子出来，我认为这才是重点。谢谢收听。谢谢你的重点，我答不出来。因为我能够答的通通已经说完毕了。假如你说再叫我继续讲一点，我讲一点，可能和你相关，不是完全回答你的问题，那个太难了。将来的文明艺术也好，不可能有英雄主义，不可能我教你，你听我的什么什么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每个人都有一点钞票，每个人都有一点知识，每个人都有工具，通通有发言权了。你说教人变成像我们想理想好的，太理想了。我承认我是白日梦患者。所以将来假如有比较好的状况出现的话，我必须要告诉你，群体创造，不是我一个人说什么，也不是你一个人问什么。有机会我们就说一说，你听到就算你幸运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做是你的事，不是我的事。我能够做就是我被我把我找来坐在这儿，我花了80年可以讲了，就尽量坦白的讲一点，如此而已。至于你听到怎么做不是我的事，你又希望大家怎样做是大家的事，不是你的事。没有这样子的观点存在，没有英雄，没有威权，没有阶级特殊，没有那个，这个叫做群体创造。其实你说难也好像很难，不是，其实那个原始部落就是这样子状态的，只是他们看起来很肤浅的样子。这是一点，群体创造里边，对，还有第二点忘掉了。有，我刚才上课的时候讲过，群体创造，中性社会。哦，中性社会，将来的社会不能像我们现在乱讲民主、乱论阶级，不可以这样。大家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人类，它是一个中性的东西，没有最高的，没有最低的，没有男的、女的，没有有钱的、贫穷的。但你穷一点不要在乎它，你富一点你也不要太优越感。那个阶级要把它尽量用极限的方式把它缩小缩小。这种社会将来一定会存在，叫做中性社会。很明显的例子，你们大家不会觉得我是神经质的人，感觉太敏锐。你看希腊游上街头，西班牙上街头，他不是要杀某一个人，不是要该某一个人下台，不是，我要生活，懂这个意思吗？这就是一个中性的要求呢。我不是要站在你的头上去，因为中间报文革命，我站在你的头上，不好。将来人类不可以走这种路线，将来你走的路线就是尽量按照微积分的方式算。计算面积一样，大家一样，都是一点点一点，每个人都是一点点一点点。所以高的人要下来，低的人你也不要太抱怨，上来一点。唯有这样子，也没有太漂亮的东西，
也没有太流行的东西，也没有太卑鄙的东西，也没有很丑陋的东西，没有，通通是人的事。我们除非有这种观念，我们才会讲良心话，就像中国人讲中庸是一样的意思，就是把自身好好的做一个中性社会。这种社会，假如可能的话，就像我红衫军一样，他不是说是要说威权英雄革命，不是，只是有维持一种社会，维持一种生活。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的东西，一个希腊、西班牙的，现在都是这样的，不可能再有什么革命啦、啊，这个杀人啦、啊，不可能，都人都杀，快光光了，也不是，人越来越多了。最后一点要符合现实，这个叫做物质的参与。有人问我说：“那这样子，那个文明在哪里呢？”我说：“你不要那么做。”人群在什么地方，文明就在什么地方。说人群在哪里？在超市，在高级消费市场。哇，一群人往那儿跑，文明就在那里。换句话说，怎么样子的商人投资制造产品，要大家要一个。我去消费不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，只是我简简单单生活可以活。假如我们这个消费市场变成这种状态，不是控制的，你看现在都是被人控制的，这个苹果牌就是维权控制，就排队去什么的，这个有什么办法呢？最好是出产出来之后大家平均分配，统统不要排队就可以买到，又不会很贵。哎，你不要笑，将来就这一条路了，否则那个市场不能维持的。不是这样子的话，那个富的人就越来越富了，那个财产，那个 Google 啊什么什么，那个财富，那个微软不得了的。你们看到这种钱可以忍受吗？是不是？你看什么人钱那么多，你可以忍受吗？没有办法，这个是事实。人是生活，要生活，不是要什么高超理想、当道德、什么当圣人，那个时代过去了。实实在在的、很平易的，大家一起活。我告诉你，只有在那种状况里面，我们大家才能真正的快乐。我看到你，你比我有钱，你有优越感，讨厌。哦，我看到你那么穷，这个怎么和我讲话？穿鞋子那么烂，那个伊朗人都没有鞋子，所以那个人的心情都不好了。所以这种状况下，一定要靠群体创造、中性社会、物质参与。我告诉你，这种状况之下，中国哲学才有一点点有贡献于全人类。因为什么？中国人讲的中庸，中庸没有压力，中庸是一种心情的哲学，喜怒哀乐之间而已。我不要太过，我也不能太少，做得恰恰好，我心情很好。怎么样子人和人之间，每个人都心情好，一定要全体大家来创造。没有高没有低，中性的社会，也不要这样分男女的，没有意义的。自然生我们就是这样，这样就是这样。物质参与，不是大卖场大家集中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是说那个投资的人、发明的人和消费的人。采取了一个很缓和的方式，大家共同生活的一个 circle 的流通，是那样子的话，这个微软什么这个统统要彻底改变。每个人都会看到富人好，你比我钱多一点，但是我钱也蛮多的，就没有事了，就是这样，人就是这样的，不在乎多少，对。
在乎不公平，也不是真正有公平那回事，没有了，就是这个多少之间我可以忍受而已了，大家就忍受一点嘛，是中国人的哲学。啊，不能再讲了。